大家午安，我是全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两个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特别是我们今天 T 台开讲，走出户外，我们来到的是台中的元宝宫，在梅川西路这边。好，在我后面呢有好多朋友，我们是不是举举挥挥手哦，跟大家来讲一下哦，谢谢啦。现场的民众很热情，刚刚呢有这个大哥大姐跟我讲，为什么今天他们会希望能够走出户外？重点来了，就是这几年来您过得怎么样？哎，刚刚呢其实已经有非常多位大哥大姐先来，我先来到现场的时候，他跟我们聊一聊他们心中的感受。那等等呢，我们就会开放在现场呢有民众对话的时间，所以也邀请所有目前呢在看我们电视的朋友，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刚好您也在附近，然后今天晚上到晚上十点钟刚好有空的话，欢迎来到台中的元宝宫这边持续来跟我们对话。那当然啦，今天走出户外不可免俗的，我们还是要帮大家邀请到我们最强的嘉宾。好，我们来看到台上呢，首先要介绍的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来欢迎林嘉欣，嘉欣哥。大家好，大家好。以及呢，是我们台中宅的蔡碧如委员。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好，同样是我们宅的严宽恒委员。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再要来这一看到这一位是我们的许国泰委员，谢谢。大家好，大家好。好，感谢大家啦齁，看到我们这个阵仗排出来就知道我们今天呢来到台中这一边有很多的议题，希望能够跟大家好好来讨论。最主要就是今年的选举其实不太一样。好，今年的选举呢，很多人都在讲民调，一直看到民调数字一直在变化，今天又有最新的民调了。美丽岛的第90波民调现在呢发现好像赖萧配的差距慢慢的在领先幅度缩小当中。上一波你听到这个侯康刚刚落下来淡薄啊，不过现在又起来了淡薄啊，四个百分点在紧追着。那四个百分点是什么概念呢？美丽宝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他用数字很直接量化，他们有他们一个加权的算法，算给你听。他说吼，四个百分点下之后差不多差80000票加50000票，那是什么意思？那哪有算过吼，咱台定非常多的专家一定都知影，迄个是有可能有机会会当病，啊，不过这个有可能有机会会当病，到底 A 还是 B， 无人会知影。但是呢，重点来了，很多人想讨论的是，为什么执政党赖清德看起来，民调数字好像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这几波掉在哪里？有人就讲了，可能是违建问题。好，赵少康哈，昨天在馆长节目上就直接给呛堵了。伊甲讲吼，你一直叫我辞中广董事长，我是于法，我不需要辞职，我合法，我还给你请假，我超越法律。啊，如果你要我辞的话，一句话，你赖清德老家要是拆，我就辞职。底下给呛堵哦，所以馆长还问他说，你的意思是怪手来到那他老家前面，你就马上辞吗？他说对。那为什么会用这件事情来讲？主要就是违建，很多人有感。好，最新一个新闻，我怀疑他在臭他，但是我没证据。好，这个在台南，台南的陈廷飞委员好像被发现他的竞总好像也是在违建的房舍里面。陈廷飞说这个是我们租的，我不知道，我要去查。但是如果真的是违建的话，我们会跟地主沟通，立刻拆除。大家就讲说，台南呢，陈廷飞呢，民进党的呢，虽然呐，哈，我们如果对这个地方政治稍微有了解的，知道他们两个也许不同派系。但是他的态度跟赖清德的态度截然不同，那大家就在讲啦，所以大家为什么会有感受？你来看看，我们这个上面直接说苏焕智，台南的这个前市长，他直接讲了，他说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大家觉得他不诚实，所以大家就要问啊，如果真的是你讲的都是对的话，你有了出给水，你有了得给水的话，拿出来嘛，对不对？为什么现在都没有呢？嘉欣哥，大家的感受是这样。你讲的拢对，你讲的我拢相信。啊，不过你讲的你奈拢特别出证据。民调是冷的啦吼，现场的观众的心是热的啦。我想做些人嘛拢看得出来嘛。这届选举不是干看民调尔，是干看咱人心啦。为什么？找咱蔡委员就好啊。我大家清水咱的选区啊，蔡委员原本人是一片不看好啊，人讲伊空降啊，有人讲伊临时来啊，但是即卖哩。民调是吹上蔡其昌啊，而且输也无几趴尔哦。这种民调吼，咧咱现调啦，也是讲接近群众时，咱感受会到啦。为什么？蔡其昌新潮流啊，赖清德咧，赖清德嘛新潮流啊。
那这个民进党，我很咧基层真种犯罪状况啦吼。当然正国会也是讲伊较早伊老派去，完全都不支持罗清德啊。这是最明显的代志啊，阿妈恁讲对无？啊，这你讲对无？恁基层咪发现啦、啊，这个民进党无人咧基层甲咱呛声，恁这死国民党啊，恁这死民进党诶，都最明显的态度啊。诶，较早选举是安尼咧，咧基层中南部呢。捌去共暗号拜票，啊去共执错者，安尼讲拜托者，安尼互呼嘴呢？因为我徛着国民党个名，啊我徛着什么党个名，安尼袂当呢？但即个真明显会当发现啦，讲民进党个支持者自较早热情啦，会甲你冲突啦，甚至会甲你冤家啦，到即马伊唔敢讲我是支持新潮流，我是支持新潮流偌清掉个，这出明显个代志啊。然后赖清德到现在啦，卖讲双标党、四标党、五标党，我定咧讲啦。你面对迄来台铁东移，哦，恁台南代志，咱铁东移，遐群众诶，遐住户啦，甚至咧生活三地人、五地人，是安怎靠靠地地，是该拜托兼落跪呢？三地人该跪诶安尼，你咧讲啥？伊咧当时讲啥？你知无？你们知道他说什么吗？敢讲要叫我坐官员甲你跪啊？而且做阿爸呢，做阿爸呢？你想讲种人做掉副总统，做掉总统以后？真正替人民设想吗？我不敢，我不敢安尼奢望啦。我感觉那是一种奢望啦。你面对特定领导为政，我讲啦，一般人人家六贼哦，咱讲的阳台啊，什么真正不管啊，直接掐口，我们都睁只眼闭只眼，不要妨碍到安全就好。啊，但是你是谁选总统的人，当然是用最高标准去检视你。啊，这位权已经多久啊？沸沸扬扬差半年了呢。以后一数靠一届，靠两届，靠三届。过去对比韩国瑜就好啊，铺天盖地，规家伙啊，连某仔囡仔拢共糟蹋落，连条人个拖出来拍，逐天阁派着空拍机、网红啊、电视媒体，每一天都在讨论。那赖清德呢？袂堪讨论啦，讨论就哭，剩一招吗？啊，未来呢？来，未来如果甲大陆真正战争起来，你敢敢剩哭一步呢？你要甲大陆哭，讲恁欺负我啦、野蛮啦，敢要拍阮台湾人啦，剩哭？中总统你会当信任吗？我相信明白，唔是一个靠靠提提总统啦，是解决大事的总统啦。尤其这民意代表，嘛唔是好来靠靠提提兼靠腰的啦，是要解决问题嘛。民意代表最大的功能，甲总统就是要解决大事嘛。结果咱选了总统是要怎啊？对着威震先靠，未来对大陆的战争的可能性引起，伊咪先靠。这种总统唔是咱人民要爱啦，你讲对不？谢谢。好，谢谢嘉欣哥哈。啊，不过咱讲真正的啦吼，违建哎，你敢有听过这款的问题？敢有？厝边计有拄过无？有啦吼，嘿，哎，请教国泰议员了哈，国泰哥了哈，国泰委员来来来，咱家请一下。因为呢，咱进前吼，刚刚讲民进党应该是站在人民的这一边，我恁他家拢得来滴讲嘛，勤政清廉爱乡土。啊，不过这届呢，咱看到讲。这个有关于违建的问题，为什么每一次问到他就说有啊，有缴税啊，有啊，有喇叭，有喇叭啊，税多嘞，提不出来。来，请。其实哈、哦，赖清德的违建哈、哦，是态度的问题。这个人傲慢，你知道吗？刚愎自用，人讲伊唔对吼，伊讲我无唔对，我对。其实像早期他这种年龄吼、哦，什么矿工的儿子，哎，那时候的穷苦人很多很多了，对不对？靠自己努力起来，你起来，你已经做过立法委员，做过行政院长，做过市长，做过副总统，人家说你违建，你就说啊，是对不起，我不知道，拆掉就好了嘛，对不对？去缴税就好了嘛。为什么要硬凹？你跟我讲，哎，这样凹凹的过去吗？我们台湾的百姓真的那么笨吗？你做副总统免缴税，万都爱缴。如果赖清德他可以选上，我告诉你哦，我们发动罢税运动好不好？大家不用缴税嘛。所以刚刚主持人说，那个蔡英文今天有来台中，对不对？他说他是最会赚钱的总统，对不对？对啦，他最会赚钱，他不是赚钱给百姓，你知道吗？他是为自己赚钱嘛，对不对？他出国香烟可以不用缴关税呢。哎，总统府出国香烟不用缴关税，
一两万条呢。你出国如果说你带一条没有问题，带两条海关就一直给你看，可能不会给你没收。你跟我带十条看看，他要给你过关吗？对不对？他不给你过关啊。他说他很会赚钱，没有错啊，他都不用缴税，他当然会赚钱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哦，民进党，我为什么讨厌民进党？贪污腐化堕落傲慢，你知道吗？以前我当立法委员哦，最讨厌什么？跟国民党对抗，他们四百多个，我才十一个，对不对？要从跟他打架，哎，四百几个呢。啊，结果现在民主化，让民进党执政，还是用多数暴力，那让民进党执政干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什么叫民主？民主就是说人民做主，真正的人民做主，用选举要换，民进党不好换下来，对不对？不断的换，好吗？民进党一定要让他下来，好不好？民进党下来，民进党不然这样就倒去嘛，啊，就再也再让他当代也去做嘛，好不好？好好监督执政党嘛，好不好？好，拜托哈，绿色的拜托蓝色的支持蓝色，你知道吗？好，谢谢。我们的民主大前辈啦，真的哦，国泰委员哦，在立法院的时候我还小啦，但是那个时候看电视都知道，国泰委员在立法院的时候，哎，非常骁勇善战，有理念，有理想。但这次选举的时候，大家问的就是，除了理念理想之外，诚信问题已经变成是我们的一个最低标准。讲到了这次选举，我们除了刚刚讲说陈亭妃的竞总之外，你知道吗？总共已经有十位候选人因为违建的关系啊，结果呢是他们自己有拆掉了啊。这里面包括了谁？来，我们这个荧幕上面哈，大家都整理给大家看，包括了廖先祥，你都没听嘛，对不？黄国昌，你讲你家己听，啊，不过有懂阿北听，还是因为吼他还要去申请拆除执照啊，所以较慢听，不过伊会听。还有谁？柯妈妈哦，真正是阿母吼，目屎嘛是无法度啦，救不回他房子上面嘿在晒衣服的那个这个遮。演啊，还有一位是谁？我们的大学长，我们的严宽恒大学长，哎，来请一下我们的这个宽恒委员。因为其实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当政府在讲的时候，我们依法执政，当政府新北市政府已经告诉你说，哎，他应该就是违建的时候，赖清德告诉我们有门牌，哎，就不算违建嘛，哈，本来是这样说的嘛，后来说他都有六岁嘛，啊，后来现在是说什么？说，哎，产国产署这边吼，还要请新北市政府这边来说，这个商量一下历史共业啊。但是不拆就是不拆，怎么会这样？主持人好，是，哎，谢谢我们现场各位朋友，大家好哈。我们谢谢，这都是态度的问题啦。其实违章就是违章哈。那我们包括宽恒之外，还有很多位朋友啊，国昌老师哈，还有柯妈妈的违章啊，都拆掉。哦，这是负责对家己负责，对社会负责。所以讲，今嘛，咱的副总统哦，他非常在意他的老家，我们也很在意我们的老家。但是我们只要知道这个是违章，哈，这个是依法拆除，我们就依法拆除。哦，所以目前的状况就是安尼，这是太多的问题。那我们并没有说哦，门牌有没有门牌，有没有缴税，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咱家己知影嘛，吼。主对以前，哦，以前那一种就算是违章，这个没有建筑执照的，也有涉及课税啦，哦，也有涉及课税，所以缴税是一种必要的哦一个行为，但不代表说缴税它就是合法。所以讲这其实的法律问题，吼，哦，要这样子在各说各话。那为什么民调会显示出哦这样子大家对于副总统啊，尤其是咱即马总统候选人？对于啊，因为以老家违章不拆，然后呢，民调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落差，因为咱百姓看甲足清楚，你要求有嘴讲别人，无嘴讲家己，你敢会当拆别人的厝？别人的厝唔是厝，你的厝才是厝。铁路东移那么多，我们台南的乡亲，在地的乡亲，底下住过了十年，生生世世，世世代代，哎。都在那边，啊！你要拆他们的时候，你掌握公权力，你有去体谅他们吗？你有去安慰他们吗？你有听见他们的声音吗？啊！现在哇，让我们的这个万里老宅、万里老家，哦，这样子
啊，人要求你要对家己负责，态度提袂出来，无法度对人民交代，人民已经看破咱即摆候选人的，简单讲讲看破骹手啦吼。那你在要求别人的时候，哇，用这么高道德标准，哦，高非常高的水准来要求别人，别人要求你的时候你就做不到，所以会让人民看不起。好，谢谢。好，谢谢宽宏委员来。公告第几项？态度问题嘛，对不？吼、哦，哎、欸，若是讲这态度问题，其实嘛好处理啦，因为即马阁有几工，啊，阁三十天嘛，哈、哦，29天、30天嘛，其实还有机会呢。然、哦、后要跟我们的赖副讲一下，选前如果说真的发现民调的起起伏伏、上上下下啊，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还有机会好好的跟所有的选民来表达您的态度，来表达您对于诚信是怎么样的一个严以律己。为什么？因为现在就连赵少康都直接跟你呛赌啦，你只要猜我就辞，哎、欸。变成是人家在跟你宣战的呢？啊，这刚美刚会敢接招吗？还是说，请教一下毕露委员，他会避战吗？应该不会吧？哎、欸，选举呢？选举那是上尾这个吴董公差80万票加50万票，这个房子可能会是关键哦、喔。这个房子当然是关键啦吼。这个赵少康现在是副总统参选人嘛，伊就讲，伊那个伊的违章太拆掉，啊，我的妻中广的董事长。哦，他现在已经正式跟他宣战了，我们就好戏看着啦吼。到底是伊要甲跳掉，啊伊要死，还是安那吼？但是对我来讲，我感觉吼，因为我感觉安尼赖副总统吼，拄着代志，他就是双标。他的党内的同事出事的时候，伊就赶快甲切割。啊，但那伊家己出代志的时候，也违建行。你不能够说，我不可以说他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因为他还没有上吊嘛，吼。但是呢，他就第一个一耍赖啦，吼，二哭嘛，吼，一个人靠一边啦，靠两边啦，靠三边啦。我讲，让伊继续靠，伊那愈靠，伊的民调就愈来愈低。那我们就期待他不要猜，就让他哭就好了，吼。所以呢，也在这里警告各位政治人物，今天我们谈考啦，吼，哭了看感觉上好像。哎，没有人会去同情你，因为事实就是事实。首先是安娜，安德埃安娜走了后啊，我讲张吼，张武杰的时事评论员毛家庆引起冲下，他们呢就说呢，因今麦被就一丁人，逐工拢要去万里的老家遐，哦，迄间厝已经伫对一个矿工的工寮，今麦起啊已经变成一个小豪宅啊，你敢知？然后伊就讲伊要逐工就一丁人，代表直播。哎，几点钟几啊万人拢在看，啊就看伊每天都去给他直播，逐天拢问看伊的违建是要拆无？你不可以双标，然后再来我们的一个总统的候选人，卡输赢啦，东川安中华民国的总统，你总不能够老是还是要赖皮嘛？他信赖吗？所以他就可以赖皮吗？吼吼，伊继续赖皮啊？他可以一直用哭的解决事情吗？吼，我不爱跳外厝，伊讲啊。嘿，阮细汉时，阮爸爸留予我是贫穷。啊，我要甲伊讲吼，我是一个贫农囡啊。阮到细汉的时阵吼，只要热天下大雨，外口下大雨，阮家嘛是下小雨。普遍按迄个时代，大家拢是共款善价。但是呢，一样违建就是违建。他那也是一个矿工的工寮，一进前伫个厝边的时阵，毛家庆甲我讲，昨天他们到现场去直播。他看到旁边其实本来是有哪一排拢是依扎矿工的钢料，那为什么只有他的留下来，其他旁边的就有一天全部都被拆掉了？党爱依靠特权吗？只有他不用拆，而且还会继续长高长胖变成豪宅。好，所以呢，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期待他都不要拆，好，不要拆，然后我们就每天看他民调越来越低，这个明年我告诉你，一定要把他换掉。好，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毕露委员，也感谢大家在台上，如果听了有感觉的话，等等我们会邀请大家直接来举手跟我们对话。好 ，T 台开讲呢，在今天下午新闻大白话，我们走出户外，来到台中的元宝宫，在梅川西路这边，当然也邀请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刚好您在附近，今天下午4点钟到6点钟，我们在现场为大家服务，在这边等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开讲。谢谢大家，我们先进广告，谢谢。